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水米，今天同欢喜来到大家分享，有氧国标舞。在分享之前呢，我先介绍我的两位助教，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谢祥毅老师，好，右手边是我们的彭玉玲老师。好，运通黑对健康最后的方法，在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先来暖身。现在我来带大家来开始暖身。好，首先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头先往前弯，一、二、三、四，往后，五、六、七、八，然后呢，再往左，二、二、三、四、五、六，重复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左二三四五六，回正，慢慢的再将头来往左边绕一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右转三四五六七八，向左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右二三四五六七八，回正。再来，我们来动肩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两边一起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我们来转动我们的肩膀，我们从左边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往前转，左边开始，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两边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三四五六，非常好。现在请把脚张开，与肩与肩膀同宽。好，再来，我们来做推胸的动作。好，先把胸往前往前移动，一二三四，往后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接下来我们将两手举起，两手举起，然后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好，来，手放下，好好，这个暖身非常的重要。那运动之前呢，一定要来暖身。好，那他作为是身体的动作，也来做，那臀部动作，好，来做一边，好，来开始臀部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加快一次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哎，给不会暖身就都要的喂。接下来，俺就搞大家来跳，我们的有氧国标舞喽。接下来，俺来学的舞步，俺都基本开始，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只舞步哈。那先来示范一下，好。张开是前右脚放在前面，左脚起左脚，右脚放在前面。好，舒展来做一下并脚，
换重心，好，这个鬓角收回来换重心，这个五步，这样一张拍子，就是处就要完成一个拍子，一个拍子要完成这个动作，把右脚收回来，交换重心，好 ，two three， 掐掐掐，直的掐掐掐，以后做一个右转步，好，再前进一步。两步往左边左转以后，然后掐掐掐，好，要在部位动冲耶，扣一个遮影有挑，掐掐要在五步，你一听二紧勾，一听二挑要在五步，好，我再讲解多，就会按的右脚开始先垫在前面，数正来做鬓角 two three。好，做恰恰恰，前进的恰恰恰。好，做完一个前进恰恰恰以后，右转。好，前进走，左脚一步，右脚一步，转向后，恰恰恰，完成。好，这个五步，然后走西边，就西藏方向。好，右脚再数进来，并脚 two three， 恰恰。下中央右转，好，向前面行一步，两步，左转推后，掐掐掐，好，再数转来，中央右脚并脚 two three， 掐掐掐右转，好，再前进一步，两步，转，掐掐掐，好，一样的动作。Two, three, 恰恰恰右转。Two, three, and 恰恰恰。好，压轴部位呢，其实只有两个小节，太重要了，所以按住周西藏风向哈。但是我相信，嗯，好朋友们，后压轴部位有一些难度，因为。转量多就会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好，所以呢，我很要两位，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步子在双人舞的时候，给很用的展现。来，请。好，这个舞步哈，我们主要是 C 摩耶，我们玉林老师所演绎的舞步就是恩亚的二跳哎，好来。Two, three, 恰恰恰。Two, three 向前恰恰右转，再走两步转恰恰停。这就是我们刚才跳的。那现在再转一个方向，好，再一次。And two, three, 恰恰恰转到扇形恰恰恰，再一次。And two, three。恰恰恰 ，two three， 恰恰恰 ，and two three， 恰恰恰 ，and two three， 恰恰恰，最后一次 two three， 恰恰恰 ，and two three， 恰恰恰 ，OK， 亚洲黑，哎的，他哈跳位铺位，好，西藏风向。好，哎，他跳的西藏风向是 C 摩耶哦，是我们的玉林老师跳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跳的舞步。好，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哦。如果假使你记得风向，你就会想象今天你跳的舞步的正前方刚好有一个人站在你的前方在跟你对跳，啊，你就会记得风向。好。我们来试试看哈，从头开始哦，右脚开始数进来 ，two three， 恰恰恰，好，想象你的舞伴就在你的正前方，所以我们右转，好，前进一步，两步，左转以后，推后，恰恰恰，这样就完成了，好，重复。我们来做四次哦，好，一样的，右脚收回来，并扭 ，two， three， 恰恰恰，好，一样右转，好，前进 ，two，
three 左转向后，恰恰恰。好，再来一次 two three， 恰恰恰右转，再前进 two three and 退后，恰恰恰。好，收回来，并脚前进，恰恰恰右转前进 two three and 恰恰恰。好，这个是我们跳恰恰一定会跳到的舞步。好，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张浩的好朋友们，张浩也在舞的你跳空豆呀嘞，跳完的基本动作就会知道哦，你会按奶，其实没有很那么难。我们先记脚步，好，我们简单的来走这现在走的这个舞步哦。好，右脚回来 ，two three， 恰恰恰，哎，记得我们要到扇形的位置，前进一步、两步，后退，恰恰恰。好，数正来，并脚前进，恰恰。恰，想象我们的舞伴在正前方，所以右转前进，走两步退后，恰恰恰，再来哟 ，two three， 恰恰恰，右转前进走，恰恰恰，再收回来 ，two three， 恰恰恰，转走走。And, 恰恰恰，好，空来的跳按斗边啊，我们老师们给大家示范的空虚的按斗边，但是其实它就只有两个小节的舞步啊，两个小节，大家注意的这两个小节就好了，好，该多哦 ，and then you go， 数转来，交换重心 ，two three， 恰。恰恰右转 ，two three and 恰恰恰，就这样没有了，好，只是 anti 跳西扎方向，因为这个舞步动重要，所以 anti 就连续跳西边，好，来做练习 ，OK， 该多哦，好，预备，开始哦，好 ，and two three， 恰恰恰。走两步，恰恰恰 ，two three， 恰恰恰，走两步，恰恰恰 ，two three， 恰恰恰，走两步，恰恰恰 ，two three， 恰恰恰，走两步，恰恰恰。好，好，我小心。哎，左右两加两边，那好朋友们应该就看得很清楚，那一下来对等于我来试看嘞。好 ，one two three four，one two three。非常重要的舞步，介绍本太假。但是呢，因为它很重要，对等于我跳的时候，四十分钟我做会动清楚。嗯，再改一刀，好，对等于我再改一刀哦。好，预备，好 ，one two three four one。雄心太嘎，肯定跳，一天没问题，太嘎加油哦！